唯有令用家可以在家中透过扬声器播放手机内的音乐。Oventree 最新推出 BTLC300 蓝牙接收器，以电源插座设计，能够以蓝牙方式为手机或者行动装置提供音效输出，方便用家在家中连接扬声器播放。Oventree BTLC300 外观同一般 USB 电源转换器相似，体积亦同一般 USB 电源转换器相近，以绿色和白色设计，加装到墙身插座上亦不太碍眼。底下设有 USB 接口和 3.5mm 音源接口。USB 接口能够提供 5W1A 电源输出，可以当作充电器使用。BTLC300 附有一组两端 3.5mm 接线，一组 3.5mm 转 LCA 左右声道接线，用家可以按产品和个人需要更换。产品最大功能是能够以蓝牙方式接收音效信号，再透过下方 3.5mm 接口输出。 BTLC300 支援现时蓝牙 4.0 制式和装置，更加入 FX 音效技术，能够提供 1.4Mbps 传输量，令失真大大减低。配对和使用方式亦非常简单，用家只需将 BTLC300 直接插到电源插座上，产品就会自动侦测装置是否插入 3.5mm 接口。在闲置的情况下，蓝牙功能会自动关上以节省电力。当插上 3.5mm 音效产品，如耳机或者音响套装，指示灯会由红色变为红蓝色双色闪动。用家利用手机进行配对之后，指示灯就会再次转为蓝色。用家就可以利用蓝牙无线功能传送音效，并可以按需要换上不同装置。Oventree BTLC300 设计新颖，适合在家中设有 HiFi 音响装置的用家，又想播放手机上的音乐，就可以利用 BTLC300 透过无线方式炸机，无需以实线连接，更为简单方便。